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个活动，然后因为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台湾做这样精品类的活动，然后今年这个品牌刚好他们就是有跟一些演员做一些合作，那刚好我现在又在那个电影的宣传期，然后觉得来这边就挺好玩的，然后我也蛮喜欢他们的一些设计，就是很多细节。好啊，谢谢。